谢戒律院主持，弟子输了。你随时都可以找我动手。你几次？17次。如果我用刀锋砍你，你会变成什么样？多谢戒律院主持指点，弟子再去练。方丈师兄，我看三德很难过柳叶戒刀。未必。三德用的什么武器？这是他自创的三棍。不错，继续。主持，你没事吧？三德，我的柳叶戒刀还在。师兄，三德可以做任何一方的主持。三德。